四十二还歪歪？不是吧？他说乘以二八十以上就可以了，可以了啦！不要骗我好不好？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Hey Ted Cool, sixth anniversary 的哟，耶！四十三才一定进。Burning Go Love， 怎么还在播？播什么播？我在直播，我在直播。你不要问我为什么，我也想问我也想问为什么我还在直播，奇怪了，是我打金刚的方式不对吗？还是这游戏本来就这么难？这个任务是不是太难了？我就是不想走下路啊！我觉得下路金刚的阵容实在太吃力了。今天播很久啊，对啊，我从下午三点播到现在，已经快六个小时了吧？太勤劳了，太勤劳了。已经超时了，超时了，超死了！闭嘴，闭嘴！七小时哦，干我直播七小时了，反正我今天上班八小时嘛。当作是一个直播主在上班的啊，四十三哦，好啊，那我们再调一下吧，不然怎么样？再微调一点吧，锁敌加七，锁敌加六，四二点八八，四手入四十三，过过。準備はいい？第三戦隊、抜秒！提督のハートを掴むのは私たちです！私たちです。对啊，我记得是乘以二等于八十就可以了，哪需要四十三？谁规定要四十三的？没有吧？不是现在不都系数乘以二吗？分七点二的系数八十以上就可以了。可以啦，你们都太苛求了，啊，好累哦，啊，今天直播太久了，真的是太久了。带美帝牙签炮可以加锁敌，对啊，乘以二八十就好。那我刚才那个配装可以啊，你们这样骗我，你们这样骗我 ，Oh fuck you， 我要重新配一下。你们都不相信同志。哦，没有，单纯金刚走下路不好打而已啦。金刚走下路真的会吃土而已。我等一下重新配一次了，你们这样骗我，欺骗我的感情。我明明应该叫配起来系数乘以二就八十就好了。不是啊，现在应该是系数乘以二。现在的锁敌的条件是不是你有改了？新的理解，新的方式。那我要喝水，今天真的直播太久了。哇哦，提督にプレゼントね。ニューコンゴクラスのファイアパワーを見るで。攻撃隊稼働機全機発艦。忘れてない？私エスエクスクラスだから、まだまだこんなもんじゃないの。うらあ！第二次攻撃隊稼働機全機発艦。我在动身体好不好？干，今天坐太久了，快起来动一下。夜だって
室友有去吃晚餐吗？有啊，我晚餐没有吃得很饱，所以身体可能不太健康，但是有吃到肉，有吃到汤，有吃到面，没有，中午也有吃到青菜，应该还好，应该还 OK。今天中午吃猪脚面线，晚上吃泰式凉面，应该还 OK 了，应该还好。天气热真的不想吃饭，老实讲，天气热真的想要吃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这样子啦。什么初遇？为什么吃猪脚面线是初遇？那些靠杯啊！蔬菜量不太够，还好啦。那个猪脚面线里面有那个啊，它有放菠，它有放那个什么？那应该是算放菠菜。菠菜。所以这个点还是关键嘛？这个点如果放我过去就过去嘛，如果过不去就是过不去嘛。哎，到时候还是到时候还是得看雷爷的心情，干，真的不爽。到头来还是得看你的心情啊，雷爷。雷爷给不给够啊？昇格ね、やるよ。開始風上、攻撃隊、発艦、始め。私 SX クラスだから。我觉得这个菊花有跟没有是超废的。对啊，台北三十几度啊，没错。我今天冷气开一整天啊，太热了。哎，T字有力耶，互相伤害喽，互相伤害喽。さあ、始めるわ。本当にアウトレンジしてあげるんだから。雷爷，拜托。有话好说，雷爷，拜托。我们有话好说。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。放下你的手枪。好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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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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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过了，过了，雷爷放行了，雷爷放行了。看白色的还是很可怕，好不好？虽然白色真的是比较温柔一点。当然のことをしたまでです。特別な評価なんて、春菜にはもったいないです。嘿嘿嘿嘿嘿嘿！你看进了哦，你看进了哈。哇哦，提督にプレゼントね。应该不会差那一点塔蛇干的火力吧？应该不差那一下才对。单中，我看一下这个弱化编程有多弱化，我来看看。室友真的很弱吗？我觉得是没有啦，我看起来是很强啊。不对啊，还是有雷爷啊。看起来一点都没有弱化的感觉啊。そう、見つけたのね。有吗？这我还是觉得很强啊。Intrepid 航空隊各隊発艦始めて。我还是觉得很强哎，至少比南方七七软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啊，完了，我的塔蛇干，这样会不会收不到潜水艇啊？完蛋了，糟糕，糟糕，潜水艇，应该收得掉吧？第一攻撃隊稼働機全機発艦，会不会 A 败啊？我好怕 A 败。那我真的怕 A 败。許しません。うら。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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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A 胜 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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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 胜。哇，还好，还好，抖抖的，简单多了，简单多了。有有有有可爱，有可爱。当然のことをしたまでです。特別な評価なんて、春菜にはもったいないです。有有有，可爱多了，可爱多了。风母配置哦，没什么啊，这只就配这样子啊，就是建功爆啊，然后这只就配菊花，菊花其实我觉得可以配，可以不配，但是它有点自控能力啦。然后我现在自控值是403左右，这个是
斩敌后、斩杀后的制空值大概是405，所以403刚刚好，不会太高，不会太少。对对对对对，我觉得这个配法不错啊，我觉得挺 OK 的。ちょっと本格的に直さなきゃ。ごめんね、少しだけ。バカ。就这样子继续打好了，我觉得这样蛮顺的，不要再换了。好啦，应该可以过了吧。哈利达，準備はいい？菊花对空十二，菊花对空竟然有十二哦，有这么强哦？看，如果菊花对空有十二，那真的是比一台烈风一型还强哎，那很夸张哎。我不知道菊花对空这么高哎，菊花对空有十二哦。那真的猛，那放菊花我觉得 OK， 很 OK， 有攻击，有机会摸到一只，对不对？很耗钢，没关系啦，随便啦。啊！金刚尖叫！金刚怎么这么软呢？他被射一下就49滴了。系数不同，你说对空的系数不同哦，这我就不知道，那个我没有到精算到这么细了。装甲下降了6是不是？可是我给他塞了一个大板嘞，我金刚装甲已经塞一个那个嘞，那个剑本新设计的增设卢比基耶，卢比基装甲加10哎。加死欸，很夸张欸，所以怎么样都应该比改前还要硬啊，奇怪了，这样都还可以破，不简单。好啦，拜托拜托，这一场呢不要太冲康我啊。哇哦，提督にプレゼンツね。噩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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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五之五。好吵哦，真的受不了！早知道不要把它改二饼了。昇格ね、やるよ。監視風上、攻撃隊発艦始め。見つけたのね。じゃあ始めましょう。イントラピッド航空隊各隊発艦始めて。唯一一只被前用鱼雷打成的战舰。全訪問ファイヤー！你不改二品也会在这边受罪，你这么说也是没错。我是不是没洗澡啊？看一下，对，我没洗澡，等一下洗澡，可恶。私、インチュラペットの働きがベストなの。わあ、私頑張っちゃったかな。ね。我希望是白色的雷爷啦，但是不给不给过那是他家的事了。不给过我也没办法，跟。给个白色的好不好？哎，白色的。第一攻撃隊、稼働機、全機発艦。忘れてない？私エセックスクラスだから、まだまだこんなもんじゃないの。全訪問、ファイヤー！マジ？哇！这个骑手算是不错了。剩下一个战舰了，这个战舰收掉就稳了。第三只这个，第三只收掉就很稳了。中破了！大切な装備が全訪問。
Oh my god！ 中破了！やられちゃった。どうしごめん。完了，这样网点还可以打潜水艇吗？拜托啊！我现在最怕的事情发生了，等下网点斩不掉，尴尬喽。这游戏名称是什么？这游戏名称叫做《啾啾的奇幻收藏》。私の活躍見てくれたの？もっと頑張るから目を離しちゃノーなんだからね。哇！你说百富中是不是？哇哦！提督にプレゼントね。怎么可以百富中这种心情呢？你们这样就不对了。你们不能有这样的心态，你要相信他，相信他，单重。你刚才跟我说摆单横算了，气死我了。哎、欸，不要给我卡啊，大哥。哦，还好。攻撃隊稼働機全機発艦。哎呦，这次是两台航空哎、欸，这个不知道有没有航优哎、欸，可能没有航优了。航空隊各隊発艦。哎、欸，还是有航优，不错。ギリギリ。ファイヤー！ファイヤー！うら！嘿，15D勉强可以啦。勉强可以啦。さあ始めるわ。本当にアウトレンジしてあげるんだから。攻撃隊全機発艦。夜だって装備は艦載機体によってはいけちゃうから。まあ太陽が出てる時間の方が好きだけどね。全訪問ファイヤー！春菜全力で参ります。より緑っぽい。これでどうだ。有了，有了，过了。よし。哎，斩杀过后真的很舒服哎、欸，真的推荐各位斩杀过后再来打这个关卡，不然神经病。你们冲那个南方七七，你想打 S 胜都不用想，完全不用想，绝对不可能。特別な評価なんて。那个太不科学了。春菜にはもったいないです。Oh my god！ Yes， 我打这个路打了一整天啊，别说了，前面有些这个在综艺效果的，什么六 BB 啊，干不要再六 BB 了好不好？六 BB 真是笑话。作戦成功しました。而且我前面还你要扣掉三次失误的，忘记接任务的好不好？终于解完了。啊、oh。1994年到2019，哦，要选什么呢？哦，哦，啊，战斗强爆了！哦，哦，三五连装炮改二，香香的！哦，解完了。睡啦，睡啦！你想爆一堆了是不是？艦隊が戻ってきます。你要想想看，哪天万一有一只改二的时候要吃这个三个翔爆，你就觉得翔爆不多了。像我翔爆，你看没剩几个，我翔爆剩下应该剩下个位数了吧？你艾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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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嘿，铁头哥，艾希奥努啊！翔爆剩七个啊，其实真的不多啊，我多拿几个，我觉得没差、啊。勋章还好啦，勋章剩下13个，也快没了， okay。 快见底了，快见底了。花了多少桶哦？花了这个将近快100桶吧。5-5任务斩后脚打，我他妈打不动5-5啊！斩后再打，磨钱也磨不了啊！斩后再去打，靠飞。好了 ，EO 改天好不好？现在水桶痛痛的，干水桶好痛哦。我要去跑远征的。好，今天先这样子啦，开了快8个小时，够了吧？放过我了，放过我了，好不好？今天各位这个假日了，休多休息，多休息。明天不一定会开台，因为我有工作要忙，对，有工作要忙。先这样子哈，感谢各位收看，还有今天
抖内的、订阅的都非常感谢你们。好，我们就下次再见，拜拜。